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六合拳的演练和讲解。少林六合拳，它是武术套路中的对练动作。这个六合拳呢，分为腰收六合拳、耳拔六合拳、探腿六合拳以及重拳六合拳，虽然都是六合拳，这四种拳法有截然不同之处。现在在少林地区流传最多的是腰收六合拳、耳拔六合拳和探腿六合拳。我们现在要给大家演练和讲解的是腰收六合拳。这个六合拳呢，既然它是对练的一种，就是两个人进行一攻一防的对打和演练。那么我们在好汉的少林武术套路当中，有多种多样的拳术套路体现，以及一些十八般兵器。虽然说风格都不相同，但是作为一个练武术的人，只是进行单练单独的练习，很难提高自己的武术技击水平。有鉴于此，我们少林寺的前辈就总结出了很多的武术对练套路，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反应能力和施展能力。那么这个少林六合拳呢，它是顾名思义，六合就是六套，六套实际上是山路，山路那么一路进行两遍，也就是重复练习。一开始先由甲方攻击乙方，最后第二趟练习的时候就是反过来乙方攻击甲方。那么这个六合拳呢，在武术套路中也是最有明显特点的一个套路。当然了，少林寺套路很多，有徒手对练，还有器械对练，有相同的器械对练，还有不相同两种器械同时放在一起的对练。在以后的武术演练和讲解中，我们会给大家逐步的介绍。现在呢，先给大家演练的是少林六合拳，下面先为大家完整的演练。Thank you.
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六合拳的演练和讲解。由于六合拳它比较短小精悍，那么我们就把一路二路联合起来给大家进行讲解演练。现在先由第一式合掌敬礼之势开始。合掌敬礼凡是武术套路中两个人对练的动作都应该有合掌敬礼，因为在武术套路中我们练习目的是为了强身健体，增加自己的武术技击和反应能力，不是为了以防压倒对方。所以我们的少林武术前辈从过去就告诫我们，后世的少林弟子凡是有武术对练的套路中要相互进行合掌敬礼，以示敬意，也在以后的套路训练当中提醒我们，这是在相互的增加自己的技艺，提高自己的技击水平，而并非为了好勇斗狠。下面呢对练也就要开始了，双方就是向大家相互提醒，以保全在腰间，就是向大家提醒我们都是要开始训练了，也就是一开始一方要向一方进攻。现在我们把二人对练中的两人分为甲方和乙方，我们把这一位分为甲方，这一位分为乙方进行分辨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步动作演练和讲解。下一步动作五指蹬磕外摆练，打虎抱头，就现在的双手抱拳于腰间，甲乙双方互相对视着，对方一外就是右手先击打右脚，紧接着是左手击打左脚，再紧接着左手击打右脚为离合腿，再下面是后踢脚，紧接着是右双外摆链，接下来为打虎抱头。再为大家完整演练一遍五指蹬磕。我们进行下一步动作三摇手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打虎抱头变为左脚先不动，右脚向左跨一步，同时左脚跳步落下来成左滚步，两个人成为对视。紧接着是但是左手相互击打对方右手，大家从这一方面就可以看出来少林右手六合拳的特点，它是先磕胳膊，紧接着互相腰紧对方。下面进行第二摇手，第二摇手仍然是先碰击对方的手背外拆，紧接着腰住对方的手腕处。下面进行第三摇手，好，继续下一个动作，就是三摇手的最后完整动作，相互扒住对方的手，互不相让。我们在平常是朋友，在训练当中把对方当作
对手来进行演练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推身提爪手演练和降肩，由现在的甲方先向乙方进攻，甲方右脚向前跨一步，踢打对方的裆部，对方向后撤一步，用足部向后撤，同时击打甲方的脚面，甲方再抓住乙方的手。好，再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，推身提引抓手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翻身踩二跑，又现在甲方抓住乙方的右手，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乙方还击开始，乙方左脚向后撤一步，同时左手击打甲方的脸部，甲方用左手挡在自己的面前。好，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，转身踩二跑。下一个动作，上两步三重跑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踩二跑翻掌攻手变为乙方向甲方攻击，转过来乙方向前三步，紧接着重跑，用自己的右拳击打甲方的下巴下颌，甲方就用左右手夹住乙方的手，右手握住甲方的拳，左手握住乙方的右肘关节处，进行第二重跑，上步，这是由乙方用左手攻打甲方，甲方用左手握住乙方的拳，右手握住乙方的左手手肘处，进行三重跑，那么重复第一重跑的动作，两人对视。好，下面把三重跑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进行挑手满足蹬讲解，由现在的甲方握住乙方的右拳和右肘，紧接着双方同时挑步，由乙方先动，先挑手隔开甲方所扳自己的手，接着下来向对方击打，这是一再相互击打对方的肚子，一攻一防。现在完整演练一遍挑手满足蹬。现在是这种情况，甲方处在上风，乙方
处在下方，一方要变为上方，就一方先动，先右手把甲方右手拨开，紧接着盘住对方的肩膀，甲方看一方盘住自己的肩膀，甲方更是马上反应，也扳住乙方的肩膀，两人对视。现在再完整地演练一遍摇手扳肩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缩身的演练讲解。缩身这个动作比较复杂，它两个相互环步，先动左步，紧接着再上右步，这时候双方相互把对方给推开，紧接着抱手缩身，两个人对视。大家既要注意上身动作，也要注意下身动作。下身动作我们看得比较明显，它是脚步的来回，脚体移动。那么最重要的上身是以转过去之后，要相互把对方推开。这个动作是细节动作，希望大家在学习的时候要注意。好，下面完整地演练一遍，抱手缩身。好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杠手的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抱手缩身顶部状态变为同时上左步，再接着双手击打自己脸部，那么就是形成了一种局面，同时击打相互挡住了对方，就是在自己的身前夹住，紧接着双方同时击打下方，要击打对方的下部，那么两个人都同时碰到一起了，击打下方，再接着由现在的乙方变为主动，要击打甲方头部，那么甲方也同时防护自己，重新再击打上部，这叫三杠手。现在完整地演练一遍三杠手。下面我们进行上步二枪手，有学性的演练和讲解。由现在的马步杠手变为左脚同时向左跨一步，同时左手相互传击对方的脖子，没有传住就错开的位置，所以传在自己的脖子后面，紧接着在上右步右枪手。那么下来时要相互照顾着对方，也就是注意对方，变为右斜性。下面完整的演练一遍二枪手右斜性。下面把少林六合拳第一二路先完整的演练一遍。大家知道这个六合拳它是双人对练的，一合二合，由一开始的甲方攻击乙方，再返回来乙方攻击甲方，单趟为一合，再进行双趟为二合。
下面呢，我们继续学习六合拳。现在我们学习六合拳第34合。下面把少林六合拳的第20、30合给大家先完整的演练一遍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摇手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甲乙双方同时右斜行变为同时向左转身，接着左右手相互进行击打，先由怀中抱月，接着先碰左手，左手和左手甲乙双方同时碰胳膊，紧接着相互咬住自己对方的手背。大家再看一下，紧接着闪腰手，这是最后的完整动作，双方互相扳住对方的手，要把对方的手拔开或者是推开，以脱离对方对自己的关束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闪腰手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推身三进拳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三摇手变为甲方向乙方进攻，先用右拳击打乙方的头部，这时候乙方用右手握住甲方的右肘，左手抓住甲方的右拳来防御他的进攻，紧接着第二式，乙方继续向后退，甲方继续向前进攻，甲方用左拳击打乙方头部，乙方同样的用两手左手握住甲方的肘部肘关节，右手握住甲方的左拳。下面进行第三进攻，甲方用甲方的右拳击打乙方的头部，乙方同样进行防守。这是推身三进拳的完整动作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推身三进拳。下面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跳手满足蹬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三进拳之势变为甲方用冲拳击打乙方的头部，击打不着，接着就是甲方先出左拳把乙方的左右手给架开拨出去，同时上右部击打乙方的肚子，那么乙方也同时进行防守的进攻，乙方防守的同时击打甲方的肚子，到最后是双方谁都没有击中对方。下面完整的给大家做一遍跳手满足蹬。
我们进行下一个动作，摇手板捻阎连和江杰，由现在的挑手慢度灯看甲方进攻不了，甲方就把乙方的手拨开，扳住乙方的肩膀，上身双手进行运动，下身不动。乙方看甲方向自己进攻，要扳住自己的肩膀，乙方也在击防守的同时做出了向甲方进攻的姿势。下面给大家演练一遍摇手板捻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步换步缩身的演练讲解，由现在的甲乙双方相持不下，那么甲方变为进攻，先动左脚向乙方的左方进攻，乙方同时防护，紧接着同时两人再上右步，把对方相互推开，接着抱手缩身成顶部状态，互相对视对方，进行下一轮的进攻。下面完整地给大家演练一遍三步环步缩身。好，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杠拳演练和讲解，双方在僵持不下，把对方给拨开之后，紧接着甲方向乙方进攻，先上左步，紧接着用左拳击打乙方的腰部，那么乙方呢同时做出反应，把他甲方给迎接住，那么就是相互拳头碰拳头。第二杠拳，第三杠拳，这样甲方在进攻乙方，乙方同时反应，那么谁都没有得到上风。下面给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三杠拳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腰身闪握人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代的三杠拳，甲方开始向前进步，先进右步，接着右拳在自己身前轮背一周，成为右握针，接着第二握针是三步变成左握针。那么下面紧接着进行第三握针，上右步，左右手在自己身前轮背一周，紧接着变成右握针，这时候甲乙双方互相对视着对方，以防止对方的进攻。下面给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腰身三握针。下面进行下一步动作，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右握针双方对视姿势变为双方同时转身，呈高虚步，两手抱拳于腰间，这时候甲方看情势已定，甲方就跳步，跳桌步
先攻击一方，主动左拳，一方同时用右拳把甲方的拳向外拨出去，紧接着甲方第二次向乙方进攻。那么甲方用右拳击打乙方的同时，乙方同时用左拳把他的右拳拨开。那么第三次，甲方仍然是急于进攻，上桌步出左拳，乙方同时倒退一步，用自己的右拳把他的左拳拨开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挑拨三进拳。下一个动作挑拨单叉，甲方看得不到上风，就主动用右拳把乙方的右拳给解开，同时挑拨环步，先挑右步跳过来之后落成左扑步，同时双方向前方平视，左腹部左手为掌放在自己的左脚前，目平视左前方，右手握拳放在右脚尖，甲乙双方动作相同，方向相反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跳瀑布单叉。下面把少林六合拳第二路三式回合为大家演练一遍。下面我们进行少林六合拳第三路五六合的演练和讲解。现在先为大家把第三路五六合完整的演练一遍。现在先进行下一个动作闪腰手，用现在的双方都是左瀑布姿势变为转身，起身为倒虚步，同时双手抱拳于腰间，紧接着双方进行进攻。这时候要注意闪腰手是双方相互击打对方，对方同时来迎接住，接住之后把双方的手给咬住咬紧，互不相让，紧接着第三摇手。下面就是三摇手的最后一个动作，
也就是这个闪腰收的腕蹬动作，双方扳住对方的手，把对方的手扳开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闪腰收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腿伸二起脚，双峰贯耳，由现在的闪腰收变为一方向甲方进攻，一方由现在的主弓步变为右步向前传，起跳为二起脚，甲方向后撤，向左转身，同时击打一方踢来的二起脚。接下来双峰贯耳，一方看没有击打住甲方，紧接着用双拳来进攻甲方的双耳，那么甲方同时反应炸开一方的双拳进攻。下面给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腿伸二起脚双峰贯耳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双扫腿演练和讲解。这个双扫腿大家一听认为双扫腿可能是用脚，但这一次呢不是用脚，一方看攻打对方脑袋攻打不住，紧接着一方用双拳来攻打甲方的腿部，下身不动，双拳向下打，那么同时甲方也把乙方的双胳膊架开了，下面把双扫腿为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。下面进行高手满足蹬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双扫腿状态，一方看攻击不了，一方就把甲方的双手给拨开，为小手同时进桌步向乙方的肚子部位击打，那么甲方同时把乙方的双手隔开，向后退右步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跳手满足蹬。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腰手板捻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乙方攻打甲方，头部和裆部以及肚子都打不住，那么乙方把甲方的双手给拨开，同时抓住甲方的肩膀，那么甲方也同时用手扳住乙方的肩膀，确认住对视状态，下身不动，上身双手运动。这时候要注意双方扳住对方的肩膀，要相互扳紧，不可松手，一松手恐怕让对方占到上风。好，现在为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腰手板捻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上环步脱身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甲方
和一方双方对峙，紧接着那么一方先动攻击甲方，先上左步，紧接着换右步再上，这时候要注意双方同时把对方的肩膀推开，落下来成捉顶步，这时候双方要护视着对方，防止着对方的进攻。下面给大家演练一遍三环步缩身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步三对掌，由现在的抱手缩身变为一方向甲方进攻，用对方当面推击对方，那么甲方也同时做出反应，先推左掌，那么一方推出左掌向甲方进攻，甲方同时还击左掌，那么就在双方的中间进行碰撞。下面进行第二碰撞，那么一方看第一掌没有进攻得逞，紧接着出右掌向甲方进攻，甲方同样做出了快速的反应，出右掌，又一次和一方在空中相遇，紧接着是第三掌，和上两掌遇到了同样的情况。下面给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上步三对掌。下面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步双踹腿，又现在的双对掌，双方都没有得到上方的同时，那么一方向甲方进行进攻，先出掌，同时上右腿向后踹，那么甲方也做出了相应的反应，用挥击的姿势，同时也上右腿踹腿，向后平视对方。下面为大家完整地演练一遍三步双踹腿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双创肘，双方左脚同时落下来，同时呢左右手向碰撞，相互向后方击打对方，一创肘，接着进行第二创肘，向后方击打对方，那么对方也同样注意反应来应招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双创肘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三步两枪手，有些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双创肘，双方互得不到上风，那么双方就分离开来，准备着下一轮的进攻，由现在的左高弓步双创肘状态变为左脚同时向前方迈开，后左掌掌心向上，再接着从第二枪手上右步
右手向前冲，掌心向上。紧接着为右斜行，两个人身体同时向右边转，回头目视对方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：三步二枪手右斜行。下面进行下一个动作，转身高虚步抱拳，由现在的右斜行变为身向左转，同时转过来成为左高虚步，双手抱拳于腰间。这时候双方互相看着对方，防止着对方的进攻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：转身高虚步抱拳，下面进行下一组动作，二起脚五花坐山，由现在的左高虚步双抱拳姿势变为右脚先上前稍垫一步，紧接着抬起左脚翘起来，右手手心击打右脚脚面，落下来为五花坐山。这时候双方同时头向左前方平视，右拳夹在自己的头顶，左手压在自己的左膝盖处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：二起踩脚五花坐山。我们继续进行下一个动作，一步按两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马步五花坐山变为右脚同时向左脚靠拢收回，紧接着左右手由腰间起，让两腿缓缓地伸出，举过自己的头顶，前上方落下来，放在自己的大腿前外踩，拇平视前方。下面为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：手势并不按档。下面进行一起还原的演练和讲解，由现在的并步按掌姿势，双掌放在自己的大腿前外侧，拇平视前方变位，双掌同时收于腰间，紧接着收于腰间，向两腿缓缓托起，举过自己的头顶，在头顶前上方汇合，缓缓落下来，放在自己的胸前，拇平视前方。这时候要调理自己的呼吸，长出一口气。下面给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，一起还原。下面把少林六合拳第三路五六回合和大家完整的演练一遍。
Yeah.
现在啊，小人物是挖掘出来，成为部分资料，实在体现。这是一个大奥体，也是一个全球公约，在你们把它整理出来，真是功德无量。最后祝你们办得成功，一切顺利。少林功夫有千余年的历史，又有健身的价值，只要挖掘整理和发展起来，传统的武术有灭绝这个危险，需要传播发扬和光大，保留传统武术。